分着吃完。那他把晚饭都吃完了。他这个是差值到你的信用卡上就有多少钱？27块钱个人吧，多一个人27，这三个便利三块才会差值到我的卡。但是你是可以带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就是只有27吗？对啊。那我觉得今天还可以，吃的。挖了一口糖，积在这里水吗？